伊朗政府11月15号宣布上调汽油价格 50% 并实施配给，引发伊朗近100个城市和乡镇爆发持续的抗议。面对伊朗危机，中共央视新闻频道20号宣称，19号许多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支持政府调控油价以度过经济危机。他完全就是颠倒黑白，一个抗议活动主流民众是什么态度，是这次活动定性。伊朗这次活动呢，主要的是抗议政府。信息战就是一切事件发生的事情，他来提供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 narrative， 那他又限制别人的自由，这样的话呢，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洗脑作用。专家指出，中共信息战近期的另一个明显案例就是香港。例如6月16号，国际媒体都聚焦200万港人上街反对港府推出的逃犯条例。中共官媒《中国日报》次日却只报道称，香港百名家长上街反对美国干预香港事务。中共的宣传，尤其是外宣，它很重要的一种类型就是只报道一部分事实，而这部分事实呢，如果没有，它还可以去制造出来。英国 BBC 8月报道，香港高级警官表示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外国政府资助或组织反政府活动，但是中共人民日报坚称外国势力搞乱香港。国际特赦组织调查确定，港警对示威者滥用暴力和酷刑。中共新华社却声称，港警执法公正、专业、果断。事态恶化的责任在中共，是中共不接受香港人民和平的请愿的要求，而且呢，支持和纵容香港当局暴力镇压香港民众，造成事态的恶化。抗议者大部分都是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，有少数人采取了暴力的行为。而很多的暴力事件实际上是中国政府还有香港政府制造的，很多的照片和视频都抓住了这些的证据。更多例证还包括英国前外相表示谴责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，美国也强调支持香港人和平抗争，但是中共声称美英政府都支持暴力。前段时间我们办了一个研习营，一个时段就是讲信息战的问题。我们请的专家通过数字分析，在香港的社交媒体上70%的信息是中共信息战的内容，都是假信息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中共信息战虽然不容小觑，不过太过明显的谎言也难以欺骗民众。大陆网民讽刺央视关于伊朗人民喜迎油价上涨的报道，留言说终于知道为什么要建墙了，是为了方便央视造谣。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。